一个奥特曼，两个奥特曼，三个奥特曼，四个奥特曼。奥特曼？什么奥特曼？哪里奥特曼？就是，你拿的明明是怪兽啊，没有奥特曼。哎呀，你们都被欺骗了，这里不是四个怪兽，这是四个奥特曼。四个奥特曼？我没看错呀，都是怪兽啊。他们用易容术骗了你们。啊？易容术？没错，他们可以假冒奥特曼。假冒奥特曼？不可能吧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哎呀，是真的，怪兽现在不仅嚣张了许多，花样也是越来越多。我怎么不信啊？那你说说，这个阿帕牌假冒的是哪个奥特曼呀？好，我现在就找出来让你们见识见识。风马奥特曼、罗索奥特曼、永恒闪耀特利迦、赛罗奥特曼、捷德奥特曼，哎，就是他。阿帕牌假冒的就是大地破坏者盖亚奥特曼。你们见识到怪兽的厉害了吧？见识到了，太恐怖了！用易容术来毁修士兵，但是怪兽假冒奥特曼，不可能有一点破绽吧？你的意思是，你能找出其中的破绽？你对你自己未免太自信了吧？不是我自信，是你们太小看我啦！我可是火眼金睛。行啊，那我找出阿尔久洛斯假冒的奥特曼，看你的火眼金睛能不能分辨出来。好啊，难不到我。博伊奥特曼、令加奥特曼、维克特利奥特曼、真特利加、阿斯特拉，哎，找到了！阿尔久洛斯假冒的就是邪恶阿古茹。哪个是阿久洛斯？哪个是邪恶阿古茹吗？哎呀，这两个阿古茹简直一模一样啊！这下知道怪兽有多厉害了吧？照你说的，都是怪兽冒充奥特曼，那这个巴巴尔星人冒充的是哪个奥特曼呀？巴巴尔星人，他才是最可恶的，他能冒充五个奥特曼。啊，五个奥特曼？你没听错吧？你没听错，就是五个奥特曼，怪兽的招数让你们防不胜防。那巴巴尔星人冒充过哪五个奥特曼？快说说。好，我现在给你找出来。泰塔斯奥特曼、罗索奥特曼、奈克赛斯奥特曼、博伊奥特曼，哎，有他！巴巴尔星人冒充过赛罗奥特曼。啊，这两个赛罗一点区别都没有啊！这些怪兽的手段真是高超啊！那是。不仅如此，还冒充了欧布奥特曼。抛开宿命缠绕，画一条轨道，伴我。差点就把巴巴星人给骗了！这些怪兽为了破坏地球，可真是不择手段呀！哎，乔乔，不是说巴巴星人可以冒充五个奥特曼吗？还有三个奥特曼呢！你别急呀，我现在找。泽塔奥特曼、捷德奥特曼、罗索奥特曼、希卡利奥特曼，也有他。特利迦奥特曼、梦比优斯奥特曼，他也被冒充过。泽塔奥特曼，哎，还有一个阿斯特拉，阿斯特拉也被巴巴尔星人陷害。怪兽可是变着花样做坏事，实在是可恨呐！总有一天，我要把这些阴险狡猾的怪兽给消灭。没错，那我们赶快看看希伯利特星人冒充过哪个奥特曼呀？这个吧，得让我好好想想，我不太记得了。欧布奥特曼不是，泽塔奥特曼也不是，这个也不是，机械艾斯不是，特利迦奥特曼不是。希伯利特星人冒充过哪个奥特曼？我想不起来了，你们知道吗？